北采访报道。好，从小额募款就可以看出小英的高人气。而另外今天还有一段幸福的小插曲，是一对新婚夫妻哦，他们选择在蔡英文竞选总部他的看板一路有你真好的前面这个胖卡车旁边拍摄他们的婚纱照。这对新人就说呢，因为一路有你真好啊这句话，他们觉得不但展现出小英柔性文宣的主题，那么也是他们要给彼此的重要承诺。白纱加上西装，俏皮的轻轻跳跃，这对年轻夫妻的婚纱照背景很另类，看清楚一点，这不就是蔡英文台一线造势的口号吗？他们说这个还可以拿当题材拍一下，这是临时的，对对对，临时的。对，本来是蔡英文的粉丝，哦，没中间，不担心就是有一些政党的色彩或什么的？应该还好，我们工作应该还好吧？对，不会不会。可以利用的还不只有这块行动看板，这对新人脑子动得可快，抢在蔡英文造势活动开始前，走在红色椅子隔出的走道上，还真有点像走在教堂，准备上前说我愿意。我们的重新执政一定让大家对未来有信心，敢结婚敢生小孩子，也可以照顾爸爸妈妈，也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可以放心。不止新人想沾点小英的好运，蔡英文11号台一线造势活动也替走过一甲子的银色夫妻见证幸福。咱现在是不是吼，请咱的主席，咱头顶有新郎的名，新娘的名，这一刻请我们蔡主席，咱台湾第一女总统为我们见证。蔡英文虽然小孤独处，但小英的魅力让想婚的幸福一辈子的都来找她，让感情保温。三立新闻张正昌苏。